我是 Bernice Abbon， 欢迎来到我这个塔罗牌阵教学的系列影片啦。那么在开始主题之前呢，如果你对星座或者塔罗牌是很感兴趣的话呢，欢迎点击影片右下方的这个订阅按钮进行我频道的订阅，记得开启更新提醒小铃铛啦。而在这个塔罗牌阵教学的系列之中呢，我们每一集都会分享新的塔罗占卜教学，并且会附上一个实际的案例，去教你一步一步的掌握好这个新的牌阵哦。想观看完整影片内容的话呢，其实你只需要到 Buy Me A Coffee 上面去搜寻 AHBNSHOW， 又或者是影片下方就有个链接让你点击进去，每个月只需要美金3元就可以观看我所有的完整影片内容了。那么这一集我们的主题呢，就是巨蟹座季节的塔罗占卜啦。没错，我们马上就要进入了这个巨蟹座的季节，即使你不是巨蟹座宝宝，其实也可以观看学习这个塔罗牌阵，让你知道在这个季节里面你需要注意的事情是什么呢。而2023年我们巨蟹座的季节呢，是坐落在6月22号到7月22号之间。其实巨蟹座的季节呢，是我们很适合去探索自己的内在，或者是跟他人的关系，以及接收宇宙给我们讯息的一个季节。而巨蟹座给我们一般人的印象呢，就是比较敏感，他们很友善，而且自我保护的能力很强，感情也很细腻。透过这个巨蟹座季节的塔罗占卜呢，我们可以认识到如何走出过度的自我保护呢，以及我们应该去尝试的事情是什么呢。马上来看一看我们巨蟹座季节的塔罗占卜。首先，先将塔罗牌进行洗牌，就像洗麻将那样，朝着同一个方向进行洗牌。接着将塔罗牌集合成同一叠，稍微整理对齐，然后再像洗扑克牌那样进行第二轮的洗牌。洗好牌之后进行切牌的动作，将牌放在桌面上，随意抽起一叠放在左边，再抽起另一叠放在左边，然后从右到左进行收牌，然后以扇形的方式散开所有牌，尽量让每一张牌都有被抽中的机会。接着用非惯用手抽取适量的牌数，接牌时从侧面开始接。巨蟹座季节占卜使用5张牌，在抽取5张牌之后，如影片所示摆放牌阵。1号牌的位置代表巨蟹座季节的主题，2号牌的位置代表这个主题如何影响着我，3号牌的位置代表我该开放胸怀去尝试的事情，4号牌的位置代表如何走出我的保护壳，5号牌的位置代表如何与内在做良好的沟通。接牌的时候从左到右或右到左侧面接牌。收牌消磁的动作，整副牌集合起来，然后双手在空中集合再化开即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这个塔罗牌阵教学这个实际案例的讲解啦。
那么这一期呢，我们要说的呢是巨蟹座季节的塔罗占卜哦。OK， 那我们看得到桌面上这个呢，是我之前帮学员他们做这个案例分析的时候的实际例子啦。那今天呢，就给大家做一个讲解啦。好，我们重温一下巨蟹座季节占卜呢，它的牌阵哈，一号牌的位置呢是在这里的，它代表了整个巨蟹座季节你的运势方面，或者是你即将遇到的事情方面的主题，也就是说你主要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，或者是思考，或者是面对什么样的事情。好，我们抽到的牌呢是皇帝牌哦，这个大卡那牌，皇帝牌。再来，我们看看二号牌的位置呢是在这里的，这个主题是如何影响着你呢？也就是说，这个主题它给你什么启发？它如何影响着你？它让你更深层的去思考些什么事情？那我们抽到的呢是钱币七。OK， 好，再来三号牌的位置，我该放开胸怀去尝试的事情。因为我们知道巨蟹座的朋友呢，他通常是自我保护的这个色彩会比较浓一些。比如说刚认识的朋友，他不会一下子就把真实的自己给展现出来，他有自己的保护意识存在的。所以呢，这个季节里面我该如何放开胸怀，开放的态度去尝试过去没有尝试过的事情呢？OK， 我们抽到的呢是圣杯二的逆位哦。好，再来看四号牌的位置哈，如何走出我的保护壳？因为蟹，巨蟹座的蟹，蟹子、螃蟹，它们有壳，然后里面是软的，外面是硬的。OK， 要如何走出你的保护壳呢？要如何不要这么自我封闭啊，或者是自我保护的意识太过强呢？要怎么做呢 ？OK， 我们抽到的呢是力量牌，也是大卡。那牌好，再来最后一张牌，五号牌，如何跟内在做很好的沟通呢？因为巨蟹座的朋友他比较多就是会自己思考问题。 OK， 有的时候当你的状况不太好的时候呢，你会越想越多，就变成所谓的钻牛角尖了。 OK， 有 很多时候我们是还没有搞清楚自己的情绪，自己的想法，然后就导致自己越想越烦，越来越乱，而导致最后好了算了，什么都不要想了，就这样吧，就摆烂吧，就让事情继续变坏吧，等等之类的哈。所以要如何跟你的内在做良好的沟通呢？你要如何跟自己做很好的对话呢？我们抽到的牌呢是吊人牌。OK， 这也是大阿卡那牌哦。所以整个牌面上我们看得到有三张大阿卡那牌，然后一张钱币跟一张这个圣杯组的牌。好，来，我们要开始解牌了哦。那先看一看那巨蟹座季节的主题。如果大家还想继续收看阿笨分享的塔罗牌阵教学的话，欢迎到 Patreon 或 Buy Me A Coffee 搜寻 AHBNSHOW 阿笨 Show， 每个月只需美金3元就可以观看所有的完整内容，赶快前往搜寻吧。一起见，谢谢大家。好了，看过了我们巨蟹座季节的塔罗占卜教学之后呢，下一期要跟你分享的也是大家很关注的一个课题，就是财运哦。你最近的财运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？请留守下一集啦。如果你对于塔罗牌或者星座是很感兴趣的话呢，记得点击我的头像或者是影片右下方的这个订阅按钮，点下去订阅我的频道，记得开启更新提醒小铃铛了。我们下一集见，谢谢大家。凡购买阿笨塔罗基础的朋友，而家可以享受星盘加塔罗牌占卜86折，无论单人或双人合盘，都享有20分钟任问任占。立即 WhatsApp、Line 或 Email 查询详情啦。